完了，我开心，我真的很开心。考完了 ，OK OK。Hi guys， 现在是晚上的11点，然后我差不多要睡觉了啊，还有8个小时都就要考我 SPM 的第一张 paper， 就是国语。然后我现在就睡觉之前来收拾一下明天我要带的一些东西哦。第一个就是已经说好，就是 stationery。第二个东西要带的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的 IC， 考试的时候要带 IC。收拾好了我的温习的东西，就是明天可能我们考 paper one， 然后我们有一段时间 break 嘛，然后就要准备一下复习，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啦。我要睡觉，因为我黑眼圈已经深到不能睡，因为前几天都一直在熬夜读，所以现在就要睡觉啦。希望明天可以早一点起来，再读一点东西，再去学校。这样子，明天见。Hello， 大家早安。今天是 SPM 的 Day One， 然后我已经穿好校服了，还有领带还没有绑，等一下我再绑。然后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去弄罐鸡精来喝，就是补脑一下，我就可以准备等安迪来载我去学校考试。I'm vlogging. Hi. Hi. Angle 很好笑耶，这 Angle. Yeah, 我们还有 three more hours. Yeah. 就考 paper two. 起来的。Hi guys, 我们考完 paper one 了。然后我们提早，我跟 Crystal 提早10分钟这样子出来呀，因为很多不会啊，其实我不懂啊，就我有十题这样子哦，是比较不确定的，就是比较 confused， 我不懂哎，所以不用紧啊，我们现在就是要 focus on paper two， 太多东西要背啊。哎，我们考完了 Sejara Paper 2。Give your 拜拜。Give your comment on Sejara。Hello， 大家，我回到家了。So， 我想要分享一下今天我考 Sejara 感想，就是因为我们先考 Paper 1嘛，然后我觉得 Paper 1是蛮难的啦，就是对我来讲啊，就是最后我有大概10题是不确定的。Oh my god， 10题耶，可以弄到我没有 A 哦。如果我们考 paper 2，就我觉得哦 ，paper 2是比我想象中还要容易啊。我都有读啦，然后我以为会出的，他都没有出，他出的是比较简单的，我就有点吓到，然后我也觉得清新啦，就是还没有出难的。我本来是很有 confident 的，我本来很有自信，我就。做完了我就出来，然后我还在那想，我觉得蛮容易的 essay 啊，什么我都做到很好。结果我等到我全部朋友出来的时候，他们全部都讲，哦，这个答案是什么？这个答案是什么？哎，不是那个答案。所以大家，我劝你们，就是你们考 SPM 还是考试哦，就是你们最好就是闭住你的耳朵，关注，不要听。不然就是不要讲话还是什么，我希望是可以考到好成绩啊，在 Sejara， 虽然我的 paper 1已经是没有了的啦，所以我现在就要好好准备明天的 math paper 了。See you tomorrow， 拜拜。我今天带了3个 calculator， 这个是我妹妹啊，然后我的一直没有电这样子，然后我就带就行了。And then 这个是我旧的 calculator， 我怕还是会要没有电了，所以我就带了3个 calculator。Hello， 我们考完数学了。我跟你讲，那个 Jackie 我，他在算 calories 加计算了，我叫我们算了，我说他就要算怎样算。然后我怎么要算什么 cupcake 的 price 啊？我算 pizza 的 price 啊？这些数学哦，我觉得不是很难，但是也不是很容易。那算那 matrix 不出什么怎么样？我很讨厌 matrix 跟 probability 这两个。其实我觉得，哎，我做的很开心很爽啊。然后结果我一做到那两个，哇，我真的不能。我们 next week 我们要考 bio 还有 physics。Oh, MS. There's no more. See you next week. See you next month. Oh, yes. Goodbye. Good luck.
Hi guys, welcome to the third week of SPM. 今天考的就是 physics, and then 我还没有很 ready 好啊。就我现在先收拾一下我要带的 materials, 然后先去准备一下再去学校。Physics done! 嗨，我们考完了，耶 ！Left hand 还是 right hand rule? 我是 right hand, 我是 right hand. 我两个都没有。Guys, today is the day for bio. 今天就是考 biology. 其实 biology 一直都是我很怕的一个 subject 啊。所以我昨天晚上有点睡不着，大概两三点我才睡得着，所以我才睡了两三个小时。不过我现在很精神，因为我很兴奋，我很期待快点考完 bio。所以我们就等下去学校见喽。Hi, 我考完了 paper one, and then 你看这里有一群人也是考完了 paper one 的。我们就是考完了，然后提早一点出来啊。然后我是觉得 OK 啦，不会很难啊，就蛮 straight away 的咯，那个问题都有做过这样子的。耶，现在就是要来准备 for paper two 啦。嗨嗨，我们考完了 paper two 的 bio， 哎 ，bio 的 paper two， 耶！我们考完了，我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因为不用再动 bio 了。你在开心很久，我真的很开心啊！看你考完菜，我就看你很开心，耶，真开心！哎 ，Hello 爸爸 ，Hello 爸爸。我们 science class 来考试而已。我们刚刚就是考完了 paper one， 然后现在就是要 prepare for paper two。然后我就站在这里比较好多，因为刚刚吃完早餐，然后有点想睡觉。Hello， 大家，我们考完了。Hello， 耶、yeah, ，我们考完了。考完了 chemistry， 我们三个 science subject 都考完了，耶、yeah, yeah. ，两个。还有 MS 过两天，然后还有华语哦。是啊，你考的 OK 吧 ？OK 吧 ？OK 了。还有 vlogging 还好。Vlogging in the toilet。OK， so 我考完了三个 science subject， 我觉得我做最好的是 chemistry 啊 ，for 我啦。然后我觉得做最不好的是 physics。要 focus 的就是 at maths 啊 ，maths 这是我最烂的一个 subject。OK， yeah。就这样子啊，我要上车了，拜。Oh hi, paper one done, MS paper one done。然后全部人都讲蛮难的，就是那种 MS 很厉害的、啊，都讲 paper one 是蛮难的。然后我就是 MS 本来都怎样都是对我来讲很难的啦，所以 normal 啦就。Hello。大家，我们还有十分钟，就要考 MS paper two， 耶！玫瑰。谢谢，他都是我们 St. John members 毕业的。哇耶！嗨，大家，我们考完了华语的 paper one， 罗格丁，最后一张 paper， 耶！ Yeah, 我们还剩下最后一张 paper， 现在大概十点半这样子，我们两点半再考。OK， 没有啊，你看到我名字吗？大家把自己讲的真的是好意思了，真是好。耶！我们的校卡拿到了，你们懂吗？这个是我拍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是我的题目，对啊，这是我们校刊组一起想的。哎呀！你们要给我签名吗？来，要给 Miu 啊，为我洗胃啊，原来。毕业快乐，拜拜！毕业快乐，拜拜！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考完了，耶！我们考完了。OK，
so this is the end of the video. 我当天看完 SPM 就太开心了，也忘记拍 ending 了，所以我现在来补回去。我考 SPM 啦，然后我中学也毕业了，非常谢谢你们看我这个 vlog。 然后我下一个 video 我会拍我 after SPM 的生活，我会去，哎呀，不跟你们讲先，就是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或者是留守一下。所以我们 video 就到这里结束啦，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个 video 再见，拜拜。